还可以配合手中的遥控笔控制演讲词上下翻页。除了翻页和可透视功能外，无介质全息提词器还具有高度的保密性。因为它是单向显示的提词器，所以提词器界面仅对演讲者个人展示，对于观众席和摄影师以及其他在场人员完全不可见。这样实现了脱稿效果的同时，也保证了会议全程影音记录的需要。 之所以能够仅对演讲者个人展示，是因为无介质全息提词器是通过光学微镜结构来复制光场，在三维空间重现一个100%的三维立体实像，通过光线折射的方式将来自光源的影像进行复制。这些折射的光线通过再聚焦，在光源影像的对称位置处形成完全镜像的实像，所以它的成像角度具有可控性。 因此，这台无介质全息提词器还可以根据使用者的身高来调整显示。 方便与舒适，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化验科的智能机器人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社会需求推动着各领域的快速发展，其中越来越多不同功能的机器人。 已经悄悄融入人们的生活。在医院化验科，新入职的自动化采血机器人已经在他的工作区，随时准备着开始一天的工作。机器会自动将手臂固定，同时对采血区域进行扫描，判断评估合适的穿刺位置，并对穿刺位置进行消毒。复合光谱智能融合系统切实保障了疑难血管的显影效果。利用基于生物识别的图像导航控制技术，采血机器人能够对走向各异的血管进行智能导航，自动规划穿刺路径，并依靠多自由度穿刺技术，实现对不同深度血管的穿刺采血，保证采血安全。机器人工作期间，采血者可以通过显示器观察当前操作步骤，了解采血工作进程。而在整个采血过程进行中，机器都会自动对设备进行消毒处理。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港口里的大力士。每时每刻都有满载货物的集装箱在我国的港口完成转运，经过物流网络，最终进入我们的生活。而港口高效运转的关键，就是矗立在港口里的一座座钢铁大力士。远处巨轮往来，暗桥如林；近处车辆疾驰而过，一派繁忙景象。这里是位于珠江口的南沙4期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今天，我将带领大家领略独属于港口的中国效率。南沙港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是珠三角地区连接中国内地与海外的重要枢纽。每年大约有490多万个满载各种货物的集装箱被运往各地。虽然这些巨大的岸边桥式起重机的工作量十分巨大，可是操作人员却不会疲惫，这都得益于他们实现了远程操作。我身后的岸边桥式起重机高度超过50米，要在这么高的高度上将集装箱稳稳地吊放在无人驾驶智能导引车上，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传统的有人驾驶岸桥上，岸桥司机在岸桥上方的驾驶室进行操作，可以直观看到车辆和集装箱的相对位置，从而与货车司机紧密配合，完成集装箱装载。而这些自动化岸边桥式起重机却因为驾驶员远在数公里外的控制室内进行远程操控，只能通过电脑屏幕获取车辆与集装箱的位置信息，所以对吊装精度有着更高的要求。我们通过3个技术来实现装卸的一个稳定性。第一个，您看这里，如果我把这个瓶盖换成漏斗状，这样我的线锥放下去的时候就会整整好好被卡住。第二个是我们岸桥吊具上的眼睛，我可以实时监控我的吊具位置。第三个是我们安装在连接梁下的一个辅助对位系统，通过这些系统呢，我可以提前感知下面的 IGV 和集装箱的位置，来减少吊具在抓放箱过程中一个2次调整。通过这些设计，我们可以将集装箱的装卸精度控制在5厘米以内。在这些自动化岸边桥式起重机身上，多重设置的传感器和激光雷达是它们能完成如此高精度作业的关键。当远程控制时，这些传感器和雷达就成为了操作员眼睛和耳朵的延伸，因此岸桥司机的工作也变得轻松不少。南沙港4期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的自动化岸边桥式起重机，代表着中国智慧港口建设的新方向。得益于智能化港口设备的高效运转，来自五湖四海的新鲜蔬果可以丰富我们的餐桌，各种电子产品、服装也可以更快地进入我们的生活。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也得以将更多的中国制造运往世界各地。